那一年夏天，我在外斯的艺术世界里遨游。外斯的作品充满了诗意，他所使用的媒材大多是淡彩，所以呈现了一种特殊的肌理和质感。我总觉得艺术的美妙就在于它所提供的一处超越了现实的空间，在那一个空间里，我们可以任由思绪恣意地去想象。